把这个油菜洗好了，洗好了我切一下子，光要这个叶子，光要这个叶子。我把这个油菜叶子放了里头走一下水。好了，我把它捞出来。拿的这个菜汁放里头。和好了吧，这行的吧，得洗个半小时。这是西红柿，这是胡萝卜，准备两个鸡蛋，磕一下。哟，这个是双黄蛋，看一下，看是两个黄吧。准备的葱花，把萝卜丝放里，放点花椒面，放一点盐，把这西红柿放里，放一点黑，把炒好的鸡蛋放里，炒一下就可以了。